牛角包你一定吃过，咸味的流心版又有没有试过呢？中环善庆街的斜路上面，一个月前新开张的西餐厅，原本主打真空慢煮菜式，但是在无心插柳之下，就创出两款咸味流心牛角包，意外地大受欢迎啊！那时就决定做流心牛角包，就纯粹我打开个 menu， 看看我们有什么东煮开又可以配合埋个牛角包。咁其中一样就是龙虾汤咯，变咗一个酥皮龙虾汤嘅感觉。另一款咸嘅流心牛角包就是冬阴功味咯。两款牛角包都有爆汁嘅情况出现，尤其是龙虾汤将面包浸淋咗之后就特别滋味，而冬阴功就有少少辣啦。虽然有啲啲古怪，但系又冇谂过同牛角包有几夹噃。餐厅还有主打真空慢煮菜式，最特别的就是这一款三文鱼，用冬阴汤加埋骨胶原煮成啫喱，减低了腻感，用咖啡做出多款特色饮品。为了流心牛角包都值得一试的，不过价钱就不算便宜了。食海无涯，滋味无价，我只全新 Facebook 饮食专页，陪你偏尝风尚，细着人情，精挑细味，只想好食。